I close it through this door. See? Yeah, maybe.你好，冷爷是吧？我的朋友豆子啊，豆子啊，对对对对，你好，东子，倒点水啊，嗯，是，是我是我，哦，我想问，那中国字，中文中国字，中国字啊，只是还没有什么清楚，要我们怎么？坐吧，像我这个很好的朋友刚从新加坡过来，好好好好，就这个。 在北京就纹一个纹身啊，是吗？对，就多久就介绍？哎，你找人呀？啊，是吗？过来了，快坐坐坐好啊！我想纹在这边啊，中文字，不过还没有想到，好像纹什么字好。你喜欢中国的什么？我就来吧 中国人喜欢中国人吗？我不是中国人了，我是新加坡的华人。新加坡也是华人了，新加坡的华人。我们是你们的大陆了。是。我去过新加坡很多次。哦，你去过？做什么工作？他是我们在新加坡很著名的一个音乐评论家，就是很推荐地下音乐，是自己的 DJ， 也是作者，也是歌手。 作曲，对，作词，对，然后呢，唱，作者，批评社会，批评音乐，批评这些，那就是新加坡的崔健了，对，音乐哈，我们一起来想，一起来想，对，好。